现在正值文旦柚的产季，不过柚子园面积种植的广大，难以加设围篱或是故宫看管，而且园区偏僻，难设置这个监视器，是容易遭到不法宵小觊觎。而为了要有效的来防治农作物及农机具遭到窃取，那么玉里分局是与柚农来建立联络网，随时掌握动态，那么警民共同维护农作能够顺利收成。现在正值文旦柚产季，东风所产的文旦清香扑鼻，柚子园种植面积广大，难以加设围篱或者是故宫看管，并且园区偏僻，难以设置监视器，容易遭到不法宵小窃取。哎呀，安尼哦，人应该人都袂安尼，有安尼有主门人，人都会惊啦。哎呀。哦，好了哦，就跟你斗三天了哦。文旦柚属于亚热带柑橘中柚类的品种，是中秋节最应景的食物。文旦谐音柚子，具吉祥含义，热量低，富含维生素 C， 又可以养颜美容，帮助消化，深受消费者的喜爱。为了有效防治农作物以及农机具的遭窃，玉里分局跟柚农建立了联络网，随时掌握动态，警民共同维护农作，顺利收成。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